看这个迷人的歌声无？无唔对，我就是即马吼要扮演日本极道之妻的百变主厨啊桂丽珠啦。是讲我今日伪装也要扮演这个日本的极道之妻呢，因为那是讲到这个日本国骨多诺芝麻，安尼吼，就是要有这骨髓，才会使做这安尼起的音乐舞就对了。所以讲前场要 hold 得住，什么事情都 hold 在我的手里。敢讲今仔日也是人生，这个故事的内容，甲着咱的这日本乌多有甚物关系吗？来，更加关心一下。嗨嗨，真需要拢了解。你管啦，咱是安那啦，这面老面臭，查甫人靠精神的，别来做事啦，来我敬你啦，饮啦。哎呦，你上次是安怎哩吐大亏啦？啊，不是为了月下，月下，拜托的，等你月下咧，伫咧咱这夜市啊内底，你就该上好个啊，什么的月下，月下是安那啦？啊！我最近唔知安怎，我那感觉甲外下拢讲无话来啊，无话通讲。系啊，阿爸唔知要甲伊做啥物代志。安尼哦，代志严重呢。啊，这样经营偌久啊？七工啊，尔你来拜托个。什么七工？七档？七档？你七档拢甲伊无讲话，啊？啊！你意思我嘴啊，真真开放到即摆，你拢无咧甲伊讲话，要听你放风吹。有影啊！什么有影咧？我甲伊讲的遐词，拢是大叔去甲伊讲的啊。真正是讲，你拢足无欢喜感觉就对啦。对啊，我倒一句甲伊有感情来，感情去。啊，你真是感情啊！哇，可怜啊！来来，我今年今年卖想啊。哎，我想着我家己哦，我电脑足欣赏你。你这边欣赏我要创啊？你安怎啦？我敢袂当予你新鲜呢？你无想看卖啊？我比你搁较凄惨呢，凄惨兼毒票，你敢知？你比我搁凄惨，还是安怎讲？阮厝迄个囡囡哦，最近嘛毋知安怎，对我有够歹，啊我无得失着伊，毋知歹啥物意思？你对伊歹？唉，你咪相敬如宾，相敬如宾哦，真正敢若宾界宾啊！哎呦。我的代志大条，光都别找家戏迄种安尼。啊，恁这种情形是偌？十四年啊！十四年啊！十四年啊！啊，你专门乱讲，开始迄个时代，叶教授未搬，你就开始。我进前咧，对啊，我看你看我的表情，敢那，啊，你都看就无我演就对啦，来。当是天涯沦落人啦，对啦，恁啦恁啦，来来来来，一挂一挂，哎。江森啊，啊你是咧创啥啦？啊，啊规个面安尼红叽叽安尼，但是你拄则去演歌戏啊？你莫阁甲我讲生笑啊！我就是幼稚啦，我才会录伊录遐久啦。我着许拢袂停着的，结果趁人之危去录走啊！你乱讲嘛！我失恋了啦！失恋？姓阮啊，这破少年的姓阮为什么当好伊个大惊小怪啦？就是讲咧，拜托诶，伫咧讲啊，旧诶人毋是新诶，要哪会来啦？毋是啥？你千万毋通为着一丛树啊，放弃规座青山哪来啊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株花啦？你莫阁安慰我，我不爱我啦。你要讲一摆，我不爱我。你为着一个查某人误会我？啊好，这破少年啊，我甲你讲。我传来看，甚么看是这是正港的查某人，温柔的查某人，叫伊来，叫伊去就去，好冇？习惯啦。你对，来酒店，你说。酒店。我懂，好久没有来了哦，来来来，喝一杯。平常你卖卖乱来啊啦，你是安那？你惊啥啦？酒店，那叫外下知啊，那会变安怎啦？好，即嘛吼，咱三个来调节。啊！暂时，我们去酒店小赏一下酒。哈哈哈！好刺激啊！去喝起来啦！好，安尼三票一致通过，行！哎呦，想袂到讲这一关人小弟这刚升官吼，来到这夜市也未精卫，就讲伊什么失恋啦？哦。他失恋，讲招因小三男人，不是小三男人，
是三小男人呐、啊，连师傅招拢要去安尼去送一个啦。哦，这三波人啊，讲着要去送一个，一定是不是干什么好事儿？究竟因是要去倒位呢？来，应该跟踪。来，哇！江神啊，放较开怀啊！来这个所在，饮酒心情比较轻松的。啊，一间刚好。哎、欸，这间的高消费呢，七彩霓虹灯的够卡拉 OK 呢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酒你看你怎么？喂，哎呦，哎，哦，哎，这太多了，对，你干嘛用听的啦？我带来一首《小雷飞刀》。啊，难得一生好姑娘。笑呀笑呀！阿伯你笑呀！笑花，情关之中彩。对呀，我听到啊。是咧学翻滚吧，阿信来对迄个菜脯是嗎？啊，人菜脯迄叫小招会，迄是迄个刀啊，安尼插落，哎呦，佮拔起来，佮插落，佮拔起来两届，叫小招好诶，啊，你起码是安怎？啊？